11月10日，哈利波特系列中的罗恩扮演者鲁伯特·格林特入驻某社交平台，发出第一张图片就是自己与六个月大女儿的合影，妥妥的幸福奶爸。随后，哈利波特中的演员马尔福·汤姆·费尔顿、罗恩哥哥弗雷德·詹姆斯·菲尔普斯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示欢迎。据悉，今年5月，鲁伯特·格林特与英国演员乔治亚·格洛梅迎来了自己的女儿，两人从2011年开始交往至今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引人羡慕。